不好意思，教练，我来晚了。嗯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上车第一步先系好安全带，我是怎么教你的？你怎么又忘了？不好意思，我记性不好。就你这样的，我还真没见过比你笨的，还开车。教练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嗯。喂，我请假了，我在外面练车呢。交警队的事，你先给我留着吧，我下午回去再做啊。美女，你在交警队上班啊？嗯。哎呀，妹子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有哥在，我保证你啊，不管是科目一、科目二还是科目四，我都让你过。谢谢啊，教练，谢谢。哎，妹子，你渴不渴？我给你买瓶水去。我不渴，我不渴，谢谢了。好，那晚上有时间吗？教练，请你吃饭。不用了，教练。那个，我今天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没事，妹子，你走吧，我这给你过了，你放心吧。那谢谢了，教练。没事，妹子，你慢点啊。你说的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，一开始教练还对我很凶，后来他就对我客客气气的，他说直接让我过呢。啊，那行，那我回去在家等你啊。